这个活力充沛哈，三个人加起来有200岁哈，大家摇旗呐喊，庆丰年，再一次热情的掌声，谢谢，谢谢。你看我都做第一名，要今天也看他等啊，所以他等啊，脚长跑得快，再次谢谢我们的八仔族，感谢，谢谢庆丰年，谢谢，请回座，谢谢。哦，全部的那个。歌舞剧全部都是用八仔族的那个母语自己唱出来，然后这样跳这样唱哦，把这个全部的歌舞剧用母语把它呈现出来。很早就到那个地方，就在那边彩排啊，他们也没有讲说你能表演多久，应当是。理事长，你邀请我们去，当然我们就把全部的过程会呈现出来嘛，才会把那个所有的表演的过程呈现给那个观众。所以我们那一天很早就到那边就开始彩排以后那我们就是第一个节目。第一个是那个卡哈布，他们是比较简单的，八个人在那边唱一唱就下来，后来就换我们。